厉害啦！哦，哎呦，三生三世十里桃花仙女，这位美女竟然跟她是相像的，哎，那代表这肯定是一号美女，对啊，对不对？来，乡民怎么说？来，以为自己穿越到古装剧了，看到白浅本人，她名字就是白浅，白浅，过来，哦，仙气爆，仙气爆，仙气肯定的，来，笑容甜美，连微笑角度都一模一样，这么漂亮，这么美，有那么。像吗？我来看看。你怎么没？哎呦，哇！有贵而无不的啦，哎，水干嘞，那也水干嘞，水干嘞，而且是我的女神呢。天哪！一二三三，水干啦，吴又希嘛。等一下，跟他要来表演一个什么样的内容？哦，因为当时那个三生三世很红的时候，然后我们去唱歌，大家都会点凉凉叫我唱。哦，凉凉。但讲真心话，这个因为他这个演白浅的时候是跟 Mark 嘛，对不对？哦，对啊，赵又赵又廷，赵 Mark。今天有没有男伴可以跟你一起的？有，今天有一个神秘嘉宾，赵又廷。春燕都来了，会不会真的？哎，有可能，赵又廷就来了，赵 Mark。今天太好了吧？厉害啦！一起来欢迎我们白浅还有赵又廷带来精彩的凉凉。蛇是喜欢吃生肉的吧？蛇是喜欢吃生肉的，但我不喜欢。快吃吧，会饿的。肉要煮熟了才能吃。你饿了，我会心疼的。你干嘛？放肆！舌头。还不吃吗？不吃是要让我再亲你吗？不吃。我要你再放肆一次，再亲一个吧，宝贝。哎，不好意思，哎，不是要再亲一个吗？你不要来找我，我自己
会过得很好的。我曾经梦想着去看星星、月亮、云海，但现在似乎都做不到了。白雪，快告诉我你在哪里！我想找你，我要跟你 take a break。我在诛仙台。诛仙台。如果我跳下去，就能回到我该去的地方。夜华，你就放过我吧。放过我吧。我也放过你。放过。我们就此两不相欠了。不，你不要跳。咻！你听我说。好快哦。你还记得你给那小蛇的一吻吗？那可是我的初吻。如今你夺走了我的初吻，我今天要抢回来。我要给你不同种的蛇吻，我要让你抢回来。哎呦，吴永熙，这是牺牲你了，又熙。我呀呀，又熙，不好意思。所以每一次啊，就是说人有时候就是因为一次的表演，是，好吧，哎，慢慢退后一点。我请赵个廷，这里再访问好不好？赵个廷，赵个廷，先不要，先不要。你可以到诛仙台，那边都是你的舞台。我们今天才知道，其实你是会唱歌的，而且又能演，又能演。然后你在那个演戏当中，你要克服万难。跟鬼演戏，然后你都不会笑，想笑啊，那你到最后才在笑，你前面都 hold 得很棒，然后最后还要给你一个不同的舌吻，那好难笑，好啦，别呕了，很好啦，真的很像了，但叫你这个演赵又廷，等于是与虎谋皮啊，对啊，没有，他演赵又廷多年了，蛮多人比较辛苦。但更辛苦的是观众。不好意思，我们先道歉。因为我们没有办法找到赵又廷。对了，刚刚还骗他们。赵又廷了，其实眼睛蛮像的啦，我觉得眼睛眉毛。眼睛好，算了，头发比较像，造型稍微改变，头发，比如说过来一点，对，那再过来一点，这样就越来越像，要交叉了，对不对？这样越来越像，露出一点点。到底你们觉得跟我们的杨幂像不？向举牌！哎呦，高票，20票，谢谢。很棒哦，上节目那么多次哦，这一次是真正让我们看到你了。他的名字叫吴又熙，如果你记不住，嘴巴捂起来，吴又熙。